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尊敬的卢台长。什么？我帮我母亲问图腾。啊。1956年属猴，他患类风湿性关节炎2年。很痛。嗯。他的不但关节痛，腰也痛。嗯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妈妈眼睛也痛。哦。嗯，我看看是什么东西在他身上。哦，是个人。是个老太太。嗯。你妈妈的妈妈还在不啦？外婆。在。在啊。在。那么奶奶呢？不在啦。啊。个子不高。你奶奶看见过不啦？你看见过你奶奶吗？有。个子不高。对。头发白的，往后梳的。是的。嗯。好了。在他身上，小姑娘，你愿意不愿意帮你妈妈忙了？你好好念经啊！嗯。你傻傻的，好好念心经啊！哦。不要疯疯癫癫的，看到男孩子就疯疯癫癫，话乱讲。哦。以后学佛要改啊。好。你说你有这个毛病不啦？嗯，有啊。还有，你不但这个。台长刚刚看图腾，啊，我因为看你妈的时候，我把你一起看进去了。你还喜欢花钱，请大家吃东西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吃完了，人家还骂你。有吗？哦。他明天跑过去说：“我请你们吃东西，你们骂我吗？”卢台长讲的，听得懂了吗啦？嗯。不要傻傻的。哦。好了。谢谢。谢谢台长。好好的帮你妈妈念小房子啊。哦。我刚刚说几张啊？没说。Sorry， 你妈妈你妈妈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56属猴。啊，差不多180。180张，好吧？好。放生。方针不多嘛，280条。280。好吧，我看你家房子也不大，嗯，佛台怎么看不见啊？有。很小啊，靠右面。是。谢谢你啊，不要买东西给我吃啊。我吃完了我要骂你，没脑子的。谢谢台长。 好吧，嗯，要念经念心经之后人会长智慧，大家请。